张力多元2024我们第12届幼儿的结业典礼，我们挹注了很多的机会用在于我们幼儿教育这一方面。校长爷爷这边要恭喜我们这一届毕业的58位小朋友，从今天开始你们就从我们礁溪幼儿园毕业。这一次这58位小朋友人生里面第一个结业典礼，除了学习多元的课程之外，老师们还加入了融入式的美语在生活当中。那也感谢我们所有家长的全力配合。这次的主题勇敢前行，梦想起飞的一个结业典礼，老师的教导之下越来越成长，越来越进步。今年已经是我们的希望，我们已经是我们的希望，买到公司用都用不着，所以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父母。你们教我们的孩子敬老的切，我们教我们的孩子欢迎的切，你们看到吗？所以我们用到来拍照。Yeah.